前几天我觉得跟过七天乐一样，我每天晚上李佳琦和薇娅的直播间无缝切换，困了还有摇铃喊醒服务，贴心啊！看看我这黑眼圈，遮瑕已经遮不住了。尽管他们的品类非常的多，但是还是被我发现了漏网之鱼，有一些啊力度大到半价都不止。今天这期视频就是李佳琦、薇娅都没有发现的双十一半价攻略，一眼喷雾。最划算的买法是二分一，划算下来一瓶只要36块钱，也就是你平时少喝两杯奶茶的事儿。你要是前两小时。还会送颈霜或者身体啫喱，而且还是簪花仕女图的联名瓶身，超级中国风。第二，主粉卸妆油108，150毫升，150毫升，前20000名再送10毫升，什么概念啊？50几块钱一瓶，到时候你再凑一个津贴，这真的是45入不要钱了。第三个，阿哈瓦清洁面膜268，100毫升，还加一把面膜刷，亲测很好用。两瓶下来，你觉得可以用到明年双十一？碧浪洗衣凝珠，日常是69.9一瓶，现在呢是29.9，还是比较推荐你给全家囤上，或者说和宿舍小姐妹拼一拼，那就两套6瓶只要99.9，算下来16块钱一瓶，力度是真得大。奥伦纳素的豆腐霜原价买我舍不得，他们这次双十一830，50毫升，60毫升，比大多数的大牌送的都要多。要囤面霜的可以考虑一下。这么一盘二，李佳琦和薇娅他们遗漏的东西还挺多的，这都多少号了？你们呢？买买买也买了很多，现在呢只需。